OK， 大家好，就是我崔孝华伦。今天这辆 Civic 不改不如推下海。今天这辆 Civic 他自己买了这个叫做 Velosa Tech 的 Big Mount。OK， 这个是什么来？这个就是装在这边的，给他的那个 Air Intake 进气的东西来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啊，也是第一次碰到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 Velosa Tech 的它的 Big Mount 啊，它是有灯的哦。OK。你看，极灵敏啊！而且啊，它还可以control在你的电话那边啊。OK， 你可以自己调颜色的，这个就是它的 app 啦。你们可以随意更换里面的颜色。你想要紫色就紫色，要红色就红色，想要绿色就绿色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它可以用音控的。我这边在讲话，它可以 detect 到我的声音的震动，然后从而再变颜色啦。所以在车里面开到音控的话，就不要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来，我们这个 Velosa Tech Big Mount 已经装上车了啦，所以你可以看它是装在这一个地方的。这个是什么用意呢？其实它是一个 Air Vent 来的，它给它进风，它的风在这个地方进了之后，可以带入它的 Air Intake 里面。OK，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里面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有作用的啊，它是有增强性能的东西来的，而且它还做到降美啊，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。然后你们可以看，我们 KC Auto 的 CVT Cooler 是装在就是右边，所以是不会影响你要装这个 Velotech 的 Big Mount。OK， 如果你的 CVT Cooler 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你就要移位哦，要移掉它咯。然后而且我们也不建议装在这边啦 ，CVT Cooler， 因为这边就是要导风、要进风的地方嘛。如果你装在这边的话，你 CVT Cooler 的热气会吸入你的那个 engine 里面。